大家来到新闻的现场，来看到一年一届的日月潭花卉音乐节，19号特别伫咧日月潭国家风景区上场。这届音乐表演头尾拢总480秒，现场邀请实力派歌手来表演，有李佳薇、窦怡芳、美声合唱团一个上场，邀请民众亲身来遮听迷人的音乐，也可以当咱欣赏音乐，感受特别的日月潭风光。管弦乐团的音乐加上女歌手李佳薇的歌声，用无同的歌路来唱金曲年度歌曲《玫瑰少年》，唱歌实在真好听。同款唱歌真好听的窦怡芳，甲李佳薇做伙唱天团五月天的歌，更加是甲气氛差甲热扑扑。电信业者甲日月潭国家风景管理处做伙办的日月潭花卉音乐节，19号就要起鼓啊！唔，那要让观众享受音乐，阁要借这个机会做花做公益。我想我们希望还是要以30,000人这样的目标，最好是能够再创纪录哦。那希望每年都能够帮日月潭风景区带来更多的游客。日月潭花卉音乐节唔，那有请歌手来唱歌，烟花秀嘛是另外一个重点。今年480秒的烟花秀，要让民众哪听音乐，哪欣赏烟花，体验无同款的日月潭。记者综合报道。